我是了不起舞神王牌助理人李永新 Ten。对我来说，舞蹈是一种国际语言。在了不起舞蛇，我可以用舞蹈跟大家交流，认识更多新的朋友，一起创作出更多作品。我真的喜欢你的跳舞的 sense， 然后呢，有一点在开玩笑一样的 trick 一样的感觉。I really like their ideas. Like they use something that is very fun to watch. Like 这样的点，然后有这个。没有 creativity 的话，你不可以想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以后我也很期待。我想说，是一开始李晨在你在中间做这个表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ginning。每一个动作他们有这个细节有故事吗？所以不像在这个 competition 上是一个表演，就完全是一个他们的 performance 上。刚刚我们在舞台上看他们这个历练都是不一样的 technique 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出拍的 technique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看起来他们跳舞都是不整齐，都是最不整齐的感觉。这个舞蹈的拍子你们俩都有一点点 不太配合吗？如果像是个 slow 突然要我看你的 roll 的时候有一点 stiff， 你要练这个，然后最后你可以，对，所以你这样练的话可以更好。可以做小动作吗？如果哒哒哒 ，boom， boom， 噔噔噔，卡，哎，走起，走，嗯嗯，走起。Nice， nice， nice， 两个可以。因为我们是 swag team 嘛，很多人为了是女生跳 swag 的时候好像没有力嘛，所以我想表达女人跳 swag 也很有力，很有 swag。因为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 happy 的生活。最后都是一样的风景，但是我们都是离开故乡了。恭喜大家可以成为了了不起舞蛇第一个 dance crew 嘛，然后我希望未来我可以看到你们很多很多很好的视频，然后我也很开心知道所有的人在了不起舞蛇的所有的人，谢谢。